大家好，我是小福爸爸。我们大概在等5分钟，请大家上线，然后我们再开始这段直播。因为我不是很确定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已经上线了。如果可以，可以帮我打声招呼吗？有看到了，谢谢。好，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看到。好，我们在3分钟，那请大家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才刚收到讯息。那有些人在问我怎么看直播，到脸书上面就可以看直播。对，那个，好，我请我同事协助一下哦。我们今天最主要会谈的部分哦，是零股下单的部分，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技巧，对，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部分。那明天呢，明天会跟大家另外分享的部分是有关于我们2017年哦，就是幸福爱分享的整个纠谈的计划，对。那请大家稍等一下，我先跟我同事说一下，请他帮忙一下，就是。Take care 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那个 LINE 上面的各位粉丝们、好朋友、哦。好，我想时间到，我们现在开始做现场直播哦。大家好，我是小福爸爸。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有关于零股下单，好、哦，怎么样零股可以快速下单的整个技巧，好、哦，还有就是在下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注意事项。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哦，因为很不巧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刚好遇到两家券商有一些合作上面还有衔接上的问题哦。等一下我会分别。把两个部分分开来说，第一个部分我可能会讲的是 A 券商，指的就是前面的券商。那如果讲超业，那大家应该知道是另外一家 B 券商。好，那两家券商都非常的努力哦，也跟我们也协助我们很多的粉丝朋友、哦、来完成这次的纠团计划。那当然两个操作系统上面呢，还有他们的系统有一些状况哦，当然不是代表他们没有在解决，他们非常努力在解决哦，包含。我们研究中心的团队也非常努力在解决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个事出突然哦，所以在衔接上不是那么绵密，也要请大家多见谅哦。好，那有关下单技巧的部分哦，因为我们社组的粉丝还有参加纠团的活动的人哦，基本上我们现在设定的目标会比较偏向于手机族群偏多，所以呢，我等一下做说明的部分呢会简单，好、哦、以手机上的为主。好，以手机上的为主，那当然也有 PC 版的操作。那我们也有很多的会员好朋友也尽可能已经在我们脸书上面有分享给大家，让他知道说在哪里下单以及操作方式。我分别会做这两个部分哦，有关于手机的下单的技巧，还有就是有关于PC 版的下单技巧，这两个部分跟大家做说明报告。好，不过在下单前哦，下单前的部分哦，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说你们在填写。因为我们要领这个股东激励品哦，有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这个联络的地址。
通讯地址一定要在我们指定的地方。好，那在 A 券上呢，你要填的就是200号12楼之4。那在 B 券上呢，你就要填的是200号12楼之3。那基本上这两个都是我们的办公室，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好，那当然我们可能在线上，有时候有些朋友是比较知道我们室内电话会打电话进来，但是我们可能会接不到，是因为我们要处理的电话真的太多了。好，不然我讲话的速度也很快，不希望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OK， 那重点就是说你在下单之前呢，依照就是有很多的法令的限制，法令上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地址一刚开始填写的时候呢，请大家都要填写自己的地址。好，因为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机构，也希望大家的粉丝纠团的过程当中能够一切是顺利的哦。所以你们填写就是依照你们的填写，你们原来的通讯地址为主。那填写之后呢，在下单之前呢，请你们可以透过 PC 或者你可以透过 App， 好，你去修改，把通讯地址可以变更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地址。好，我们有发会讯哦，就是200号12楼之3跟之4。好，之4是属于 A 券商的，之3是属于 B 券商的。A 就是前面的券商 ，B 就是后面的券商。那基本上呢，这个地址一定要变更成为我们地址，我们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处理服务哦。那那到底需不需要再做汇拨的动作呢？答案是，如果你地址都变更完成的话，就不需要再做汇拨。汇拨指的意思是将两个券商的资料做合并，好，将通讯地址，只要我们收了零股的纪念品的开会通知单，统一寄到我们的地址，所以呢，才需要有一个原来是要做一个汇拨的动作。但是如果两个地址你都变更完整的话，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暂时先不需要做汇拨的动作，先让你可能会有两部分的资料，有一部分在 A 券商，有一部分在 B 券商，你的投资的这个零股的部分会在分别分到 A 跟 B 券商里面，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隔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做汇拨动作，因为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应该会是在我们要赶快取得我们的零股，这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当前工作。好，所以有关于之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分配部分或者其他的细节，这个我们会在另外找时间用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哦，有关于下单的部分哦，我会先谈的部分哦，是 App， 就是有关于手机的下单。那下单的部分哦，您要先去下载 APP。不管是 A 券商或 P 券商，两家的券商呢都要先下载 APP。 那在于 A 券商的部分，我先说明一下， A 券商它是没有办法透过 APP 变更你的通讯地址， A 券商只能透过 PC 版登录他们的网页去变更你的通讯地址。 B 券商呢，它可以透过 PC 版，也可以透过手机版 APP去变更你的通讯地址。其中呢， B 券商呢，它的 APP 会有两个，一个是下单的 APP， 是超页，第二个呢是一管家，一管家是可以变更您的个人基本资料。好，那补充说明一下，有关于如果您是在 B 券商，因为先前 A 券商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我们有蛮多人现在在 B 券商。B 券商的部分呢，如果说你要变更地址的时候呢，你要先做下面的选项里面，一管家底下有一个变更基本资料，下面有一个叫凭证，你要先下载凭证，验证凭证通过之后，你才能够去变更你的通讯地址。那这边补充说明，请大家在变更你的通讯地址的同时呢，也申请一个电子账单。换言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券商给了我们非常不错的优惠，所以呢，请大家就是把我们尽量节省哦，就是不仅是环保啦，哈，我想这个也是节省一些券商的一些成本，那也可以降低大家的管理上的困扰哦。有关于你们下单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把那个地址的地方变更好之后，顺便把你的每一笔的下单资料呢，它有一个电子通讯的部分，好，随后我会请我们同事再把这部分整理成图档，请大家顺便去变更一下电子通讯的地址，因为这样子下单的时候呢，你的 email 就会收到下单成功与否的资料，不需要有书面的资料，这样子也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好，你要做核对动作也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作业方式，所以请大家可以先去做啊，比如说在 B 券商你的一管家的部分，先把凭证验证通过后，再进行变更个人基本资料。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说的就是有关于
App 下单的部分哦，其实这步骤非常的单纯哦。我现在先谈 A 券商好了。 A 券商呢，现在目前有一个状况，也就是有关于全额交割股哦。全额交割股一般来说，这个定义下单的时候呢，全额交割股是在五块钱以下，好，或者是证交所依规定，他认为这家上市公司他可能有一些经营上的股权，有种种的因素哦，所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全额交割股。那基本上呢，全额交割股在 A 券上你要下单的时候呢，你的款项必须要先汇到他的指定集保账户，也就是 A 券商抬头名下的集保账户，才能够进行下单作业，所以这会比较困扰一点。好，所以这个部分会比较困扰。那当然 A 券商有表示可能在月中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碍于这个时间比较紧迫的因素哦，所以当然如果你有部分可能在 A 券商你要急着下，或者开户来不及，那你当然也只好在 A 券商先下单。好，所以全额交割股你可能在下单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哦买到，但是呢因为你没有办法分辨那么多，好，其实资料真的蛮多，我们现在的汇讯发出去的、哦、大概有400档的这个资讯，事实上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要去特别挑，或者是我们要把这个资料部分呢再做完整的说明，恐怕会造成大家很多阅读上的困扰，所以我们尽可能是先以重点先取得，好，大家能够顺利买到这些零股为重要核心。好，那所以呢，如果你在 A 券商下单 OK， 你没有办法买到这些零股的话，它就是可能就是全额交割股。那要怎么做呢？你可能要汇一笔钱到它的集中保管的账户内后，才能透过手机下单。但它的缺点就是说， A 券商如果你透过它的 APP 下单之后，你下完今天没买到，它的款项会退回你在它的交割银行的账户之内。好，那也就是说隔天呢你必须要再汇钱进去 A 券商，所以会比较麻烦。好，要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动作，就是你在 A 券商要发生这样的困扰，有关于全额交割股。除此之外呢就比较没有问题，有关于手续费目前各粉丝还有会员回报的结果是手续费都已经调整为系统已经调整为5块钱了。如果没有的话，你赶快跟营业员跟他联系说你是我们的会员。那当然因为我们有签署我的服务合约，已经都有帮你建档，所以他们一定会知道。好，当然如果说您不是我的会员的话，当然抱歉，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享有这样的优惠，因为这是一个专案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就是说下单的部分，全额交割股在 A 券商会有这样的困扰在。好，只有这个问题。好，就是全额交割股你必须要存到集保账户内后存进去以后才能下单。好，那你也可以透过电话去下单，但电话下单因为挂的数量是蛮多的，那汇的金额呢是以总数。好，那我建议大家你多存一点钱，比如说你存个2000块，比如说我今天要下单，我存个2000块进去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没有交易成功，它所剩下的余款就会退回你的存款账户交割账户内，所以这不会有冲突 OK。 所以这是在 A 券商会发生的比较下单上的困扰。那至于在 B 券商呢，其实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不论你是全额交割股或者是你一般的普通股，其实你都可以直接透过 APP 就直接输入，就是基本的资料就可以下单。好，所以这是 AP 券商 A 跟 B 两家券商之间的差异。 A 券商遇到全额交割股，你可能没有办法顺利下单，你必须要先汇款。好，总结是这么说哦。那 B 券商呢，其实没有，你只要 APP 下单完成之后直接开始输入基本资料就可以开始下单。那这一块的部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有关于好在 AP 券商你要下单的时候的先前作业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接着我们来谈哦，有关于下单的时候在 APP 上的操作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哦。其实基本上它有四个动作哦。第一个动作哦，它有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好，你一定要先搜寻的就是它的股票代号，代号我们已经有提供了。第二部分呢，你一定千万记得一定要切换为零股，零股一定要切换成零股，说三次，因为三次真的太重要哦。这是第二个部分哦，因为我们有一些会员不小心买到了这个整张的，
哦，那当然这个我们有统计过，如果400家买下来，你整张真的都买，全部都下整张，要100多万。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压力一点。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在下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这四个步骤。第一个先搜寻的是股票代号，第二部分呢每次输入都要先股票代号，再来呢就是你必须要选择的是零股，股票代号零股，再来是一股，再来是涨停价。好，一定要下涨停价。这四个动作做完以后送出，再敲下一笔，这是目前的作业程序。好，不管在 A 券商或 B 券商都是这样子哦。也就是说你要先搜寻，第二个是零股，好，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你要下的是涨停价之后再送单。好，这是一定要注意的细节哦。因为 APP 的手机跳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会一闪神没有看到那个状况哦，它已经跳为整股了哦，那就是变一张，那会对大家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你在下单的时候宁可慢，也不要很急的拼命的一直下，因为你拼命一直下，万一下错了，这总共400家要100多万，大家的负担会蛮重的，所以建议大家一笔一笔下单，其实它是最快的。好，一笔一笔下单真的是一个最快的速度。那当然大家也很多人也有很多的粉丝也有问，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更快的交易方式哦。跟大家报告一下，其中我们现在 A 券商跟 B 券商两家券商都有在很努力着做这个批次的系统，其实已经在写这一块的页面了。那当然我不确定时间什么时候会好，是有人回复我是那个可能是下周就会好，但是呢我还是要确保大家的权利，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比较扎实一点，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真的是一笔一笔去 key 它，可能才是最快的哦。那至于这个他们完成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事实上我当然没把握，不过目前看起来他们非常的努力在做这一块啦哦。那当然谁会先快或者谁先会对不起谁会先好，真的是不是那么明确啦，还是希望一有消息一定会立刻通知大家，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这一定没有问题，只要他们一确定我们会立刻通知大家，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哦，让大家能够批次下单，可能一键直接触发全部都购入，那当然是最好的。不过呢有关于买零股这个部分哦，核心上的状况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有可能这一档股票不见得买得到，好，这档股票有可能不见得买得到，那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人卖出。好，没有人卖出，那至于什么时候会有人卖出，当然是我也不是那么明确哈。那大家还是得要自己努力，这样子多花一点时间哦，每天去下单，好，把它买进来。那你当然就有机会参与它当年度的股东激励名的分配。那这个是比较基本的。那我补充再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下单的部分要下敲的是涨停价格哈？举例一档哈，某一档股票来说的话，它的股价可能是十块钱。那如果你去下单的时候呢，你把它分类哈，下单它是分第一个叫做涨停价，第二个叫做定价，第三个是跌停。好，如果你是要买，你是要买股票，希望能够快速的取得的话，你一定下的是涨停价，千万不要定价，也就是限定一个价格。好，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哈，十块钱的股票，其实它的波动可能是用一毛一毛的波动。那 OK， 一毛的波动，也就是你可能是买涨停价是十块钱的涨停价就是11块。那如果说你是用限价，也就是定价去下单的话，也就是说你可能下的是10.1、10.2、10.3、10.4、10.5、10.6，一直下到11块，你这么辛苦的敲的那个价格，其实会很浪费你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呢，这个 10.1 成交的话 ，OK， 当然它可能扣款的金额就是10块钱，那超过 10.5 毛以上，它扣款会是11块钱。但我觉得大家下单应该跟我一样，我也有下，所以我自己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有新的账户，我自己下单，我就知道真的很辛苦、哦、就是为了一块钱，然后你在那边敲那个价格， 我相信时间更宝贵、哦、大家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定价这个事情上面。那有会员用我们所谓的涨停价的下单方式呢去买这个零股呢，
其实他用大概三天，他买到400家，所以我觉得他的速度非常的快，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这个撮合的部分它是依照程度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涨停价格，再来是限价，第三个部分才是跌停价格。所以呢我个人的建议是这么说啦，就是说我认为是不要为了一毛钱几毛钱浪费这么多时间，能够快速取得，我想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工作。所以下单的部分呢，就是简单的动作，搜寻，然后呢记得零股，好，输入的就是代号零股涨停价，然后再就是下单。好，这个部分呢是最快速的一个作业程序，就是这么单纯，四个动作。好，有关你要 app 下单的话，就是四个动作。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部分哦，就是如果你下单的时候，好，比如说我今天买了400家，那400家有没有可能，诶，我可能没有买到嘛，我刚才有提到有可能没有买到的。那如果没买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呢？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哦，那也要分享给大家知道哦，就是如果你是挂的是预约单，也就是说每天零股撮合的时间哦，我先要先说明一下零股的撮合时间。零股的撮合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2:30到3:00之间撮合，每天哦，营业日的2:30，好，2:30到3:00之间它在进行撮合。其实撮合速度快的话大概2:40，有一些就是资讯都已经出来了。好，那如果说慢一点的话最晚会到3:00，3:00后你就能查询你当天是否有买到，好，你所设定的这些零股。好，这个时间请大家记起来哦，2:30开始撮合，撮合到3:00之间。3:00之后呢你就能够查询你所买的零股是否有买齐，是否或者是没有买到的部分。它在3:00的时候呢，3:00以后的资讯你当天就能查到有哪几档你是委托成交，并且已经变成是你的库存。好，所以3:00之后当天的查询很重要，就是说它不管你是前天晚上下的预约单也好，或者是你早上在盘中下单的时间也好，这两个时间你怎么下都无所谓，重点就是交易日的当天3:00之后呢，你要去查看到底有没有成交，或者哪几档没有成交。为什么3:00之后去查询这个资讯这么重要？因为没有买齐的你只有在当天，只有当天交易后3:00后你去查，就知道说你哪几档没有买到，你立刻把那几档抄下来，立刻再挂预约单，直接再下单，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不然的话呢，你要是隔天，比如说我今天，好，以3月11号来讲，你下了单，我们先假设每天都是有营业日哦。3月11号你下单，明天要成交，3月12号呢，正常来讲是3:00以后，你就可以去查询当天哪一些没买到，立刻抄下来，直接再挂单。就变成是3月13号可以成交的。那如果说你是3月12号那一天呢，你没有去查，你隔了一天去查，你会查不到哪一些是你没有买到的零股。那变怎么办呢？变成你要从400家一家一家再重新对过一遍，去确认说哪一些是你有买到，哪一些是你没买到。我相信这样的工作会非常的疲倦。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几天可能要辛苦一点哦，因为基本上到下礼拜天之后，就是下礼拜一后，其实股东会的过户时间几乎已经到那个尾声了，所以呢等于是买零股的最后高峰会是到下礼拜，对，下礼拜就会截止。那随着后面的时间一直接近，你可以买到的上市柜公司会相对来讲会降低非常的多，会降低蛮多的。所以这个部分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现在真的要参加活动，也要真的第一个动作先把资料先给我们，之后赶快取得活动代码先去开户，赶快下单，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买不起所有这些零股，所以这很重要。好，
讲来好，有点太急促了，一口气希望赶快讲完，我真的很怕漏掉哦。所以每天你都要去查询，到底哪一些是已经你买齐的，没买齐的赶快取得这个单子的资料，立刻再挂预约单，它变成是明天可以成交的。好，这个是下单上面各位一定要注意的事项哦。那有关于大家有提到的问题哦，这个名册的部分会在哪里？代码的部分我们会有会讯，如果你没有看到会讯，各位会员可以留讯息到我们的 LINE 里面，我们的线上客服会再把要下单的这个资讯提供给你。目前我们提供出去有400档哦，就是说这400档的资讯哦，已经提供出来。那今天下午会再有，目前也有整理了100多家出来。好，100多家的资料，下午会再发出这个会讯，请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再去先去做这些的设定，预挂单的部分可以先做买入。好，那下礼拜会比较会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做这些调整，好，跟单的部分。那当然就是说在这是有关于在活动对不起，有关于在我们的券商 B 的部分。这个部分呢，你可能要特别的去留意，就是说，你的通讯地址要变更之外呢，还必须要，要把电子账单的部分做个修正。好，那下单部分哦，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技巧，你每天下午三点的时候要去确认之外，每天下午三点你要去做确认之外，其实基本上你应该可以很快速就可以买到你这个我们所指定的这个零股。那我哦，对，我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提供的资讯里面啊，会讯里面啊，为什么有很多的资讯没有特别说明说哦，这今年他发什么，或者他写的资料是未定哦？这个我想我们前面有些范例比较资深的会员会有看到哦。其实最主要是有些上市柜公司哦，他们现在的发送的公开资讯里面哈、哦，那这个在证交所里面可以看得到，在公开观测站里面可以看得到，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可能股东纪念品的部分呢，它是暂定就是它可能没有决定要发或不发，这是第一种情况，要发或不发不确定，好，这会比较麻烦。好，那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上市公司是用先可能暂定不发，那接下来呢它可能随时会变更说我要发，但它可能也不发，好，所以它现在公开的资讯叫未定。但是呢，依照我们统计的经验里面呢，我们认为这些上市公司呢，其实它基本上还是会发的。我还是一样会写在会讯里面，让大家可以先去购入它。好，那也有粉丝说，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能确定一点，更确定的时间，或者确定它的纪念品是什么以后，我们再发这样的讯息哦。答案是因为说。如果我们要发出去这个讯息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在公开观测站上面就是这是依照法令的规定，他们所发出来的讯息里面提到的，他们已经确定要发了，我们在做通知的时候，对不起各位要买已经来不及了。哦，他们没有违法，他们是依照法令在做事情哦，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因此，哦，发出去的时间在他们的合法合规的范围时间内发出这样的公开讯息。但我们要去买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才会在最近这一期的会讯里面发出的讯息是很直接的，就是请大家先建立基本的持股。好，那有关于建立这个基本持股部分呢，我们也有统计过，目前来说我们或许800家上市公司可能金额是我们现在暂定会可能用到一个账户用到3万块钱，但实际我们现在运作了大概400家的部分呢，400家的部分，当然目前现在的金额大概是12000块到13000之间，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我个人的看法，对我来说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每个人对金钱上面的概念可能是看法是不大一样，但是我觉得不要因小失大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计划，其实早点做这样的安排，你会比较轻松。好，毕竟它一个账户只有做这么一次，它不是要。你每年都需要拿这样的资金去投资它，所以应该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投资，不是很有压力的。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虽然它时间因为上市公司公告的这些时间他们有他们，当然我个人看法这也是一种技巧啦。好，这也是一种技巧，就是
你相信它，其实你就应该买它，而不应该因为它是一个发纪念品才一定买它嘛。好、哦，那当然我们自己彼此清楚的就是知道说我们投资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基本的持股先建立起来哦。那今年会再发出100多档的资讯，我们大概有统计过的金额大概不会超过5000块钱，好、哦，不会超过5000块钱。所以如果说今年的会讯加我们之前400档的资料的话，其实总数加起来大概有500多档，500多档的现在总金额的话，用到金额一个5000块，一个10000，大概不到20000块钱，好、哦，大概是17000块含手续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接受啦。好，那当然你如果说你要特别去挑它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也不会那么多时间啦。好，我个人觉得是时间对大家都很重要齁，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的 family 的户头，很多家庭的户头，那大家都在，我知道都下得很辛苦。好，那今年原本我们的计划上面是要比较快的去下单，但是时间上真的是因为两家系统的关系，所以呢很困扰，我们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完整，所以大家都有点人仰马翻的状况。不过我想今年之后我们所有的系统的资料都会完成。好，那有关于系统的部分齁，小布爸灵谷研究中心本身会提供一个账户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呢日后是要提供给大家可以做管理的，管理你每个人自己的在小木马灵谷研究中心这边的灵谷的状况，好，包含变价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之后我们明天或许可以讨论这一块。那今天呢，我还是再把下单的部分哦做比较完整的补充说明哈、哦，有些比较重要的，我再做一些整理了哈、哦。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地址一定要先做变更，好、哦。A 券商的呢是变更到200号12之4，那 B 券商的部分呢是200号12之3，这是下单前我建议大家先做变更。好，当然也有人说，那如果我下单后再变更可不可以？总之都一定要变更。如果你希望作业流程能顺利一点哈、哦，减轻我们一点负担，事实上也是降低你的困扰，这是彼此哦，这是彼此的一个信赖关系。希望大家是个比较有效率的，所以。最好能够先变更这个地址的部分后再下单。那如果真的有点下单上有点困难的话，我们能够提供的是图示，但是因为在我们 LINE 上面的一对一的服务里面，丢出来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很多时候已经根本会来不及再去找到你，或者没有回到你的问题，这点请大家多见谅、哦、因为虽然人手多，但是问题是选的速度更多，因为上千人在里面那个跑的问题我们真的会跟不上，虽然人很多了还是没办法，我必须要强调这个部分、哦、所以我们尽可能会丢图、哦、丢图上去。那你们如果说需要特别的协助的话，其实事实上营业员协助你们是最快的，因为有关系统的部分他事实上会比我们更了解，所以这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找你们的营业员来协助你们怎么样变更，有效率的变更。所以下单前第一个是地址、哦、地址一定要做变更。那第二个部分呢，第二部分就是说有关下单的时候，你请大家一定要务必一定要记得，这是零股不是整股。好，我们目前的计划当然未来还有其他计划，但是先做的是零股，所以你下单前好一定要特别留意，就是说你下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你先输入股票代号之后呢，再来就是零股，再来就是涨停价之后你就可以送单。好，这是最快速可以完成整个400档交易的方式。好，那还要再补充一下，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下单完以后，我会建议大家再搜寻一遍，搜寻它是跳页次的，页次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你每一个都是一股或是一张。好，因为包含我自己也下过是一张的，是啊，一张怎么样呢？其实没有关系啦，我们也有个各位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脸书上去看，我们有一个会员朋友他就下了一张，结果他隔天发现下了一张他晕倒，他把那400家再删掉，然后就让那一张先去成交，然后呢后天再把那一张卖掉，结果他还是赚钱后他再回头下这400家。好，所以这我觉得傻人有傻福啦，但当然不见得，就是
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仔细一点，不要出问题。那当然我们的批次系统如果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比较快速解决大家的问题，但是什么时候会出来我不是很确定，但是真的三个机构都在赶，都在拼这一块，看谁先完成。那目前还没有，但一有一定有消息立刻跟大家回复哦。这是整个下单的部分，好，这是下单的部分的技巧，一定大家要留意。那我现在开始补充说明哈，还有没有除了这是手机上的下单方式，有没有更快的方式？好，有没有更快的方式？答案是有的。更快的方式呢，是透过电脑 PC 版的下单方式。好，我们已经有会员朋友把那个图直接把图切在我们的脸书上面让你看的。那个是用批次下单的，那这一块我们也做过测试，好，大概一次可以下的数量还蛮多的，一次可以下到大概180家，好，目前我们下的可以一次下180家，同样他是要先把所有单先全部 key 完，是透过 PC 版的，好，你可以把单都敲上去以后再送出，要先储存在所谓的暂存资料夹里面，但是因为他的下单的程序。如果你不是会使用电脑 PC 的人，可能在执行上会比较困难。我在解说上面其实也有难度，因为没有带着图，好，所以会比较难解释。好，所以用透过 PC 版的部分哦去做这一块设定，会比较有难度。OK，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脸书上有我们非常热忱、非常热心的。会员朋友把那个图贴上来给大家看的部分，好，那这个是 PC 版的部分哦。PC 版其实下单速度是快，但是真的不熟悉电脑的人，他作业上面是比较困扰的。所以我可能我现在部分只能针对就是说，如果你会使用手机的话呢，当然是就是注意事项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好，这个事项一定要了解。那 PC 版的部分一般都是先把。我用一个概念来说，就是说你要先把这400家建立成一个群组，放入所谓的暂存夹， 放入暂存夹之后呢，你再把这个暂存夹叫出来以后做下单的动作。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就是它执行的层面比较多。那因为我们下单的会员朋友很多人有很多可能是新手，所以我有时候在讲解这一块上面会对听的人来讲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说明有关于 APP 下单的部分，怎么样下会比较有效率。好，这一块的部分再请大家多花点时间去下单，因为我知道 key 400档次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啦，因为我也 key 过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自己要 key 单，好，也是一样，我要 key 我自己的单，好，我自己还有其他的账户，好，所以OK， 是我自己家人的，是，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要请大家要比较辛苦在这一方面上面。那刚才也有人提到说 ，A 券商是谁 ？A 券商是我们先前的应该是说圈存上面哦，就是说你要下的是全额交割股会比较难透过 App 成交的那个券商，好、哦，华差券商，好、哦，那个四个字的，好、哦，那 B 券商呢，就是超业券商。现在目前多数人会在超业比较多，好，那你要留在原来的这个华差也没有问题，就是 A 券商也没有问题，好，两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在手续费方面都有提供一个优惠来回馈给大家，那但就是服务部分就要靠营业员自己跟各位的互动，各位觉得哪家的服务比较好，你可以在那一家做往来。那未来我们当然还有更多的有关于下单上面或者是图示的部分，我们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如果还是有任何不大了解的地方，再请你们 LINE 给我们。那另外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部分呢，它也会做成影片，我们会放在 YouTube 上面，那也会放在 Facebook 上面，让大家可以回头再来听一遍哦，这个操作上面的细节有哪些。基本上真的不是很困难，那这段时间大家我相信都很辛苦、哦、真的非常辛苦，我知道这个下单非常不容易。那等一会我们大概晚一点，我们客服会再把接下来的100多档
上市柜公司的资讯呢，今年要建立的基本持股资讯再发出去给大家。那请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再找时间把这个剩下的100多档再下完。那也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还有其他档次还没出来？因为，这个整理的部分哦，我时间真的很难，很难的地方在于说，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系统哦，我们三个机构现在都很努力在执行的过程，刚好批次开发好了，那各位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下了？但是呢，这个又很困扰，如果说万一没开发出来怎么办？那耽误到大家时间，这也是个麻烦。所以这个是心里是很忐忑不安，很难抉择的。那如果可以，当然我就会变成拿捏一个比较中庸的方式，基本持股要建立，基本持股要建立出来。那批次的部分呢，它时间过户的时间比较后面的哦，它可以比较 delay， 可以慢一点去成交的部分，我就把它摆在后面。好，所以呢，这个会讯的部分会陆续发出的因素也在这边，所以特别要请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因素。不是我不想把这个资讯公开，好，有执行上这个的细节真的非常的多。那今年加入我们揪团的人真的非常的多，真的非常多。那又很辛苦的经历了 A 券商跟 B 券商的移转部分，所以呢，这个整个会比较有比较混乱一些。但我们尽可能所有的指示的部分都会非常的完整，再请大家就是看着会讯上面的操作。但是我们发出去资料真的一定要先看过，那个字面上我们尽量已经精简到非常的白话入股。好，那有一些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是不了解，你还是留讯息给我们，我们有空档时间我们一定尽可能去回复他。那毕竟人工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庞大的询问的问题哦，那我们尽可能能回复的一定会回复。那有关于今天的线上直播，大概就在这边跟大家告一个段落。那等会我们再发出会讯，请大家去购买剩下来的这100多档的零股。那今天就先谈到这边。那我们明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如果说你有一些亲朋好友也想要参加我们今年的计划呢，我想最后下个礼拜是蛮重要的。那我明天我会在一场直播的时间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除外呢，就是今天因为刚才大家很多人丢了很多的问题，我可能来不及看。我刚才有时候会那个有没有，就是宕机，就是因为有人丢的问题，我来不及反应，我被他带走了。那我想我会再顺便整理一下。那明天的部分直播时间是一样，那我会把今天大家发问的问题再把它仔细看清楚，然后呢，明天同时间呢，我还会再把这些问题再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好，我相信我们机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机构，那当然执行上面有很多困难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担待，多包涵，因为真的不是很容易执行的事情。那今天线上直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明天见。